大家好，我是艾迪先生。那最近啊，把车子啊做了一下修改哈、啊，那感觉蛮帅气的哈、啊。那我想今天啊，打算带着我们的阿妹妹啊去兜风一下啊，因为据说啊，这个雅马哈这种老车啊，出租啊一天要800块，所以我这一趟啊，带阿妹妹出去兜风一下哈、啊。就可以赚到800块了，啊，那到底我们的车子改装的怎么样呢？看一下，好，就是这样子，因为这个，整个车子啊、哦、状况都还好了，那就是加一个这个风镜来美化一下，来跟我的这个宝贝啊拍照一下。哎，不错，重回年轻的那个帅气哦。对，啊。那追风啊是相当经典的老车啊，那我们就上车哈、啊，去跑一跑，出发喽！出发了，来，安全帽，安全帽你就先戴起来吧。这个以前跟各位讲过，这是艾迪先生送我的生日礼物。那现在天气哈、啊，算还不错了啊，这个时候兜风算最棒了。哇，那今天我特别穿了一件这个赛车的外套。哦，哇，终于发动了，出发吧！要踩三下了。装个风镜，整个车子看起来比较完好。你也很久没有做追风了。哦，好久。上次在修好的时候有做一次，我说做起来蛮累的，所以就很久很久。就没有再搭他的车、啊、那今天是说天气好，就是说出来就陪他跑一跑，跑一跑车这样、啊、我昨天已经把油加满了、哦，然后机车再怎么样都比汽车省油多了。
校区。哇，看到吗？多漂亮，好不好？妹妹现在要去买阿姨水饺，既然出来兜风，就顺便买个水饺回家。买了700块。买了700块几盒？没，我跟你讲，9菜6盒啦，还有那个芹菜虾米的是2盒，再来4盒的馄饨，他们家的馄饨很好吃，我们都会配那个蒸拌面嘛。这样先买这些就好玩。够吗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因为你这样吧，哎，真的没。你手拿着，这个车子就有这个坏处，没有行李箱。我一手拿相机，一手抱着，然后顺便抓着这个。既然没有可以放的地方，好，那就先放它前面，然后我来搬着。本来我有买一个很丑的快递袋了，结果我就把它拿起来，实在太丑了。对啊，那我就这样子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就这样搬着就好了。红灯。
到家了。那由于这个水饺会软掉哈，所以哈，我们请阿美美赶快拿回去放。啊，要拿回去放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兜风就兜到这边就好了。对。嗯，刚好顺便兜风，顺便买一些很久没吃的水饺。嗯，好啦，拜拜，下回见喽，拜拜。